机票那么贵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哎呦呦，今天上午有那么些人、机票我给你报了，一秒钟消失。哎，票再不憋出个梦来，我都以为你不是喜欢的人是我了。然后脸抬高，微笑。有些事情真是看天赋。又扣工资啊？可是考了三年的钉子户考生，人家可是你的小迷妹呢。你最近好像很闲呢。市长不缺人手，去那儿帮忙吧。不，老板，我不做了。这人可是您亲自选的。我愿意把机会让给其他同事。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这姑娘怎么都不对你犯花痴了？说话明白点呀！这么大一脑袋，品味还那么差，就这种垃圾食品，我初中的时候就不吃了。你可以啊，再给我来两根。如果007意识到我还一直在演戏，没虐他，我鸡皮疙瘩我都起来了。你干嘛去？我尿急。国总，哎，看看007在不在外边？咱们公司到底谁最爱装？我干什么？你以为是我呀？你的智商可看不出来这事儿。哼，加油大大，我爱你，放我牌吧，么么哒。你能不能再恶心点？老板。大家玩这么开心，你怎么自己躲在这儿？我是靠大家太近了，大家一定会玩不开的。放弃了与民同乐的机会。你们两个趁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？我们俩没有喝醉了。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。谢，你认错人了。